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汤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2年12月15日，让这款异世代《光与魔法》，这是一款历史伟人题材的放置策略卡牌冒险游戏，于12月14日上午10点正式上线。平台预约冒险者数量突破200万，奖励觉醒神石自选宝箱、233抽大礼包、有猫阶级限定主角时装等等。很久以前，魔族通过一块邪恶魔晶从天外来袭，泰兰守护者奋起反抗，竭尽全力，终将魔晶击碎。大战过后，每个种族负责守护一块碎片，以防止魔晶合体复活。世界迎来了短暂的和平。好景不长，魔晶陆续苏醒，向黑幻呼唤。为了守护泰兰，英雄再次集结，踏上新的征程。游戏玩法是常规的放置类卡牌，采用五人组队即时战斗。下方头像点击释放技能。人物虽然是 Q 版风格，战斗动作颇为精致，没有纸片人的感觉。整体美术画风与音乐都在水准之上，素描加绘本风，画面看起来蛮舒服的。以放置 RPG 来做比较，可以给到上的水平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通过一块邪恶的魔晶，魔族大军不断从天外来袭。好，来吧。奋起反抗。游戏名称叫做《异世代光与魔法》。大概是放置类型的卡牌游戏。那今天是12月15日。开启游戏之后就直接看动画剧情吧。以防魔晶合体复苏，大陆迎来了短暂的和平。好，再小声一点点。好景不长，魔晶碎片。游戏的话是12月14日开启测试。为了守护，我更正一下，正式上线，已经正式上线了。踏上新的剑与远征。好，卡牌游戏，放置类的。角色的动作还可以耶，它蛮多细节的，不是那一种比较呆板的，我打你一下，你打我一下，是即时战斗啦。虽然是直立式，但是那个我刚看了一下，那些例会都还蛮灵动的。好，这边可以男女，那应该无所谓啦，我们应该是不会上场。它是属于那种画风比较二次元童话绘本风的感觉。好，波加曼哦，没有波加特，斯巴达。好，有一个 2D 立绘在后面，然后这个是 3D 吧，这感觉像 3D 耶。这个你先不说它玩法啦，玩法都差不多嘛。但是确实这个比较精致一点，这个放置挂机比较精致一点。我觉得台服有可能未来会出吧，只是名称也许会改过。到时候再说吧。因为这种类型的游戏也蛮多的啊。那放进的时候倒是没有语音哦，比较安静啊。这些角色怎么没有语音？好，有没有他立绘还行啊？那种素描风有没有？而且他的音乐也 OK。没有那么用套件，有一些这种比较劣质的这种放置挂机游戏，它都用一些套件，套件音乐啊、胜利音乐啊、战斗音乐啊。我们可以开自动了，好不好？自动的话应该自己按吧。属性的话还蛮多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Oh my god， 七个属性。七个阵营，这么多要干嘛？上阵五个而已啊，那也只能上阵五只角色，怎么那么多阵营啊？神魔，
神跟魔，然后还有同种族的，大概五个种族是不是？它是分种族吗？帝国、兽人、森林、幽冥、神国、深渊，那这个呢时空旅人。种族分完还有分职业，职业也好多哦，这游戏有点小复杂哎，哦，有点小复杂，就是明明是弓箭手，还分两个弓箭手哎。好，简单说就是有分阵营跟职业啦。你这样去排列组合的话，就相乘啊，就会很多。七个阵营，然后去乘那些职业，就乘出十几种吧，十几种组合。这款游戏我有玩过吗？因为他好像也是有换过名字耶，我看了一下人家的留言，说他之前的名字叫做《起源幻想》。等我一下，我搜寻一下《起源幻想》。没有，我没有玩过，我频道上没有《起源幻想》这个游戏。哦，你看他音乐也是蛮好听的，那种笛子的声音。哎，怎么突然不见了？打我脸啊！打我脸！音乐突然不见。你看每个角色的那个动作都是还蛮丰富的，真的。不是我在一直推这个游戏，也是觉得还是有差，同样的那种玩法，但是。有比较精致的，你就有感觉出来。如果你不在意这种玩法的话，你就是找一款你看得顺眼的嘛。这种放置挂机也算是一种目前的玩法，没办法，剑与远征红起来之后，大家都抄嘛。好，主城还没开，待会会开吧。一只蛇，我们先打到一只蛇吧。我们现在一只八，然后这边是我们战力，然后这边是克制那个阵营吧。我现在可能只有两种阵营是重复的吧？对啊，两种。有一些 buff 争议啦，然后看起来是上阵五只，前二后三吧，前二后三，然后这个卡牌我还差一只嘛，这款有机会台服会出，有机会，因为它在那个水准以上，同类型的卡牌玩法。我已经自动了，所以它会自己放。两倍速还没开，二至八才会开。12月25号中午有一款新游，钢之炼金术士 M， 我会玩，到时候我会玩。我现在时间是半夜，中午起床之后再来玩。那通常是这样啦，通常是起床后迷迷糊糊的就要玩游戏，有点，而且还会过敏啊什么的。就状态会比较差一点。钢炼的话，之前有一些测试，我都没有去参加，他都要取得资格吧，我就懒得留什么信箱啊，留手机啊，懒得弄了啦。他目前为止的缺点就是放技能没有语音而已啊，你就会觉得战斗很安静。你们现在看我影片是因为我在讲话，你可能觉得还有人在讲话这样。南丁格尔、白衣天使、传承英雄都出吧。正理，他的题材是游戏名称叫做《异世代光与魔法》哦。那我们的英雄都是哪些英雄啊？星辉骑士。斯泰什么被跑马灯挡住？斯泰兰、斯巴达勇士哦，帝国、绿野仙姿、波加特都不认识啊。鬼魅之影、莱门，感觉都是原创之类的吧？可是刚刚那个南丁格尔是那个、啊、故事嘛？
小学的时候，那个我的志愿都要写南丁格女生啊，女生，是不是？好，出现了，出现这个猫咪 BOSS 招财猫吧。刚刚那个我乱讲的哦，女生的志愿南丁格没有，女生志愿大部分都是要当老师啊。我们小学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写什么，就说是当老师啊，就说我长大要当老师。然后我以前我姐他们最搞笑就是，他们就会很气，有时候被老师骂或干嘛就很生气啊，然后就会撂下狠话。好，以后你的小孩就不要给我教到。拜托，二十年后你都不知道跑去哪了，他都不知道跑去哪了。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，我是问号。我虽然是比他们年纪小，但我就听了就觉得有点问号。哎，这感觉像是一个对啊，骑士玛格丽特拿一个盾，铁娘子有没有？现在看的那个美术风画风还不错哦。讲真的啦，就二次元日系的感觉。保持内心的情这个画风给我感觉就是没有那种大陆的动漫风，而是有点日系或是韩系。整个美术的感觉，虽然玩法还是这样啊，虽然玩法就是这样放置挂机。还不赖。这笛子好像每次都只有吹一下下而已，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笛啊？苏格兰笛，我乱讲的，风笛、木笛。对啊，你看它就吹一下就没了。好，这边应该是主线任务吧？我们领一下这关卡的奖励，然后我们先跟着做一下。天星剑者，我会使命最忠诚的骑士。我的等级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前面的话你不升还是会过了，因为它前面一定设计也比较简单。欸，这个什么什么鬼啊，这个家伙。好吧，反正都差不多。斯巴达勇士，斯巴达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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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罗马吗？还是那个什么，我乱讲的。好，他这个叫图谱欸，怎么会讲图谱？不都叫图鉴吗？图谱我只听过族谱。这个就是其他角色嘛，你可以先看一下。哦，然后这个是吸血鬼哦，守墓人。有没有？这其实是3D， 这其实是 3D。我再找一下，他传记可能会有例会，对啊，会有卡牌例会。介绍他，瓦特不是蒸汽机吗？现在我们那个热量单位不是瓦特吗？虽然他有一些历史人物啊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南丁格尔嘛，啊，有点小那个，哦，炼金术士，钢之炼金术士，啊，要出，我刚说了，我刚刚下载完了，然后试完前面的教学啦。他那个动画，那是史克威尔恩尼克斯的，然后 Garena 代理的。他那个动画啊、特效啊、语音啊，做得很棒。先跟大家讲一下战棋游戏，因为你下载完之后，他会有一段剧情跑一下，然后让你去小玩一下那个战棋游戏的操作，然后那些展示一下战斗系统，大概五分钟吧。还不错啦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抢红包哦！你看抢红包也没有让你金光闪闪的感觉，它是这种灰色调，这种暗色调，这种素描色调，像以前看那个什么《天空之城》有没有？《天空之城》宫崎骏那种卡通的那种感觉。光在这个页面停留，就觉得还蛮舒服的啊，真的。啊，哦，二十几是不是？二十几。来，我们铁娘子，
突破一下，突破一下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。那没有经验值。好，继续做啦，然后一直打。这个有一个主线任务给你做。然后它跟那个平时的那种换皮游戏不太一样，放置换皮游戏都会有那个四个任务，解锁神器什么的，这个好像没有，没看到。这可能比较像剑与远征吧。快速挂机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哦。首充是南丁格尔嘛，哦。然后萌新福利，就是你完成这些任务。这些召唤的时候给这些东西，十连自选，这个让你先免费领，免费抽出完，然后在2至28的时候可以领，这个也是固定玩法，直接打开吧。有一张纸卡，应该会给我们一张橙卡吧，没意外的话，一定会给一张橙卡，哦，我被打脸了。再开一下看看，可不可以快一点啊？有点慢。阿隆索斯，贞德，圣女贞德，全部获得是怎样？哦，要2至28。好，快速打开。赫卡特，赫卡特是谁啊？皮卡丘没有啦，皮皮丘，我都故意念错。啊，赫卡特，明月女神哦，哦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圣女贞德，圣女贞德不是拿穿骑士装吗？然后拿剑吗？这个圣女贞德竟然拿法杖哎。这个是谁啊？一个山羊，自然牧神潘，就德鲁伊吧。好，这边十点英雄之选，哎，选到他了是不是？那可能会选这个吧。那2至28啦。这个游戏已经正式开服了。那如果台服会出的话，预测都是半年后，预测半年后不一定。总是要先看他有没有凉掉嘛。比如说我是代理商，我总是要看一下说，哎，你这个游戏目前的营收怎么样啊？然后后续更新进度怎么样啊？然后我们再来签约嘛，来代理一下，对不对？除非我们已经有合作很好一阵子，我们彼此之间有合作好一阵，像那个小萌科技又常代理哔哩哔哩的游戏啊，都是一些美少女二次元。这个是觉醒神石自选宝箱，先不动吧。好，那我们抽到角色不知道，那为什么这么有人？这是我吧？是不是？我刚选的那个角色，女生吧？啊，这个嘞？哦，这个是我们主角啦，这个才是主角。那这是活动大使。好，主角的话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照镜子，感觉有时装哎，果然。果然会有时装 ，Q 萌版的、可爱版的，这个怎么没有？比较慢，猫耳。看到这边，你应该会想说要选女生的吧？好，那我们就试玩体验到这边。我是给予不错的评价啦，就是在放置挂机卡牌里面，这个游戏在上中下的上。那我们抽到的角色已经在这边了，坐到这边。围着一个营地看地图，组成冒险小分队。好，剧情方面没什么剧情，比较可惜没有剧情跟语音，剧情很少啊。其他算都还可以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